好，李日亥集团结精神应声弹出啊！咁啊，见到中间位置灰马同落日啦，出边橙和上教啦，守住内栏第四位系轻徒缤纷啊！再见到第五位嘅马啦，有精英啦，中间位置系年年欢呼啦，响出边黄衫咧就系嗰匹咧咁啊翩翩君子嚟噶啦，内栏大约尾四五到啦，咁啊就系心之行啦，尾三黄衫黑帽嗰匹咧就逆市奇霸，殿后两只六六大顺啊橙帽嘅包咗落尾嘅马咧系盈月嚟噶，咁啊转紧弯嘅时候咧，前面团结精神咧就佔先半個身位嘅上教響出邊咧就拍住佢啊！第三位內欄位置輕桃繽紛灰馬第四同落日啊！出邊咧進佔第五啦，黃衫都一路望空噶啦，就係嗰只咧翩翩君子啊！大我當橙帽係六六大順啊！馬林入邊揾位係精英啦，再後邊係年年歡呼心之行響尾三尾二度咧埋邊噶。好啦，鬥到嚟最後咧三百米到啦，前面團結精神鬥緊上教，咁啊見到中間同落日年年歡呼中檔追緊響佢後邊心之行，出邊翩翩君子。外面仲有兩隻啊，六六大順同埋逆市奇巴，最後一百見到透追嘅嘛，中間位置連連呼呼鬥緊咧，呢只上交嘅時候，出面盈魚上埋嚟，好接近啊！真係外面位置嗰只盈魚有冇機會咧？就一出即贏啊！嗱，依家透出嘅馬咧就係翩翩君子鬥緊連連呼呼，見到紫色衫盈魚上緊，入面仲有心之行好多。